嗯，我就只能带你到这儿了，你待会儿从前边的那个通道进去，然后右转，自己找一个位子坐下吧。谢谢谢谢，今天太谢谢了。不客气，赶快去吧，KK的比赛马上就要完了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说了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 KK 这边呢，已经是顺利渗透进来一组服务器，弓箭手是97和 Demo， 两个人的话配合是相当的默契，漏洞已经全部渗透完毕了。网络攻防大赛最大的魅力呢，就是技术的实战性，参赛选手会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攻击并渗透进入对方的主机系统，同时要对自己的主机系统不断的进行安全防护。攻防之间彰显网络高手魅力。 鲍宇，鲍宇，戴某撬开后门了，漂亮！97在最后一秒破解了密码，恭喜 KK。带他们进去吃点好的。好。 发现我了，我该怎么开口啊？特意来看比赛。你男朋友呢？和你一起看网吧那个，没来啊？不记得我了。看来我是吓到他了。别怕，纯粹就是跟你打个招呼。 不记得算，慢慢看。我记得你上次在网吧，我应该跟他说些什么才好呢？在网吧你中奖了。哦，对，中奖了。哎，大魔头和一个妹子在聊天。 怎么手这么快就松了？哎，你们三个副手的下场是不是？没有。中头啊！没事跟人家说什么中奖啊？脑子被驴给踢了吧？ 怎么样了？他也下场整个人就瘫了。哎，是，给我倒杯热水就行，不用找医生。你死在广州可不算工伤啊。老大，我都这样了，你就别喝苦啊。戴某，快去倒热水，快快快！我觉得状况特别不好。他从早晨就开始吐，吐到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还在吐，整个人非常虚弱。这是胃出血的症状吗？你找的医生护士呢？应该在路上，我去看看。 可以吧 ？KK 战队，他因为主力场。
还是再把控上留言进去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刚刚左边的这个战队就是开开战队，他们是个怎么样的战队啊？李开开啊，国内两大顶级俱乐部之一，这个老板啊，刚从国外回来组开开战队的中国分部，立刻横扫所有的队伍。目前好像除了 SP， 其他都怕他。里面有一个队员叫做 Grant， 你们认识吗 ？Grant， 他怎么样 ？Grant 当然厉害了，他可是 KK 战队主力成员之一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我就是为了他，特地从苏州过来的，是吧？是吗？啊、那他们待会儿还回来吗？回来了，刚赢的双败赛已经撤了。撤了就不回来了。当然，他们一般啊，打完这比赛就直接回酒店了。我们是在这等下一场比赛开始。谢谢你们啊。不客气，没事，不客气。所以我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可能这把。听说的话，今天国王头胃绞痛，居然还坚持了上午的整场比赛，居然还赢了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国王头胃绞痛？对。哎哎，你这干啥的？哎，出去出去！不是，保安大哥，我刚刚在里面看比赛，我才出来一分钟，我再进去，我马上出来。不可以的，只要出来了，票就作废了，不可以重复进入的。我把我行李给您放在这儿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马上出来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保安大哥，我拜托您了，我喜欢 Grant， 我听说他胃绞痛，您让我进去看一眼吧。他胃绞痛，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走，还别在这捣乱了。东西在里面了，我继续拿。东西不是在这吗？你别忽悠我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捣乱了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推人家？哪有啊，我这是在工作。一二三四五六，都看到你推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Grant？ 不，这个是我做的灯牌。送给你，谢谢啊！我们下次再一起去看比赛，不要理他。好，拜拜。别捣乱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。记得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。我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，放心吧。你按时吃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才下去的时候看见你了。啊。你和我老大在一起。他在说韩商言，虽然你们很低调，但还是被我看见了。你肯定是来找我们老大的吧？哦，对。那我们老大肯定也等着你呢。哎，快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谢谢，谢谢。